正脉半自动分割滚圆机产品介绍。分割滚圆机是一种将面团等量自动分割滚圆的面团加工设备，需要手动设置，按照步骤手动操作机械，下压把手分割后自动滚圆，操作简单快捷。有30粒、36粒两种规格型号，每颗重量可调控范围为30到100克。操作教程：第一步，接好电源后，打开总开关，按绿色启动按钮，调节上方的刻度，控制单颗重量，扭开下方牛母，旋转上方刻度杆，刻度数值对应下方牛母上方即可。调准刻度后，锁死下方牛母即可。刻度数值越大，单个重量越重。第二步，准备大面团，按照所需单颗重量乘以30颗或36颗规格去准备总重量大面团。大面团摊平在模具板中，底层面层都刷上油。产品模具放入设备后，必须放入贴合孔位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。第三步，操作设备，下压压力杆，用力下压后松一点点压力杆，摆动摇杆放刀上去，一只手稳住压力杆，不要太紧，一只手开始摆动滚圆启动杆，大概滚圆5秒钟，结束后松开滚圆启动杆，归位压力杆后，就可以拿出分割滚圆好的小面团了。大批量生产完成后，设备内刷上油，以备下次使用。介绍完毕，感谢您的收看。